那我跟大家报告今天我们阿美蒙尼的进度。今天进度就是我们早上把那个合成语音阿美的部分串进去我们的字典里面了，所以到现在可以讲话。那我们试一下。对，今天那个小谢给他串起来了。哇！然后因为他现在有事情，他先走。马哥爸。好，他先，因为他现在就串在单词上面，然后之后我们会想说要怎么样再把其他界面里面加上，就是他的例句那边加上去这样。然后他因为他现在今天串这个字大概花了，大概一行字一行而已，然后大概花了四个小时这样子。好，然后接下来我来报告一下，就是我们其他的部分，就是今天有非常感谢大家，就是我在我们关键词写部分有非常大的进展，大概我们完成大概400多个词，然后因为每个词里面大概打3个字，所以大概有完成1200多个词，然后这是那个小谢把它更新上去的，那因为我们距离我们的词4809个字还有一段距离，现在才1800多，所以再请大家帮忙一下。然后来，谢谢。然后另外就再交流一点。哦，不好意思，我就是需要工商服务一下。5月8号的下午2点半到4点，我们就是原民会有一本新书，就是台湾原住民事传统习惯调查汇编的事情本的新书发表。然后这本书非常的重要，因为将来会变成是司法机关、行政机关跟警察机关做于就是对于原住民民事部分的文化依据，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一起来就是参与，因为在交流讨论的时候原民会的官员会来，然后可以提供一些意见，然后让以后真正的那个施行本出来的时候比较不会有一些争议。那这本书其实我们花了大概4年的时间去做编撰，所以现场会有实体书籍可以让大家翻阅，然后也让大家知道就是现在目前16族的原住民族的传统习惯跟国家法律到底发生什么问题。对，谢谢大家。